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念的这一段这个心经哈，那什么是般若蜜多呢？就是以菩提心所摄持，菩提心嘛哈，大家知道菩提心所摄持的正得智慧，正得空性的智慧啊，这智慧方便啊，智慧就是正空性的智慧啊。方便是菩提心，好，这两个就是般若蜜多的意思。好，那了解这一点，那一下就好办了哈。讲这些东西，这个什么三转法轮呐、啊，一直讲到什么八品呐、啊、哈。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它表面是空性，那隐含的就是道次第。心观次第啊，那怎么理解呢？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以菩提心所摄持的正空性的智慧，就是正空性的这个智慧啊，就必须以菩提心做一个动机啊，菩提心做一个动机。那怎么发菩提心呢？就是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哈。一步一步才能发起菩提心，没有这个动机会怎么样呢？偏空嘛哈，就堕那个无为坑啊。我们说这个以前有一些故事啊，忘记是哪个朝代了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树看到一个大树。树洞里面有一个人哈、哦，有一个人，那边坐，看起来像人嘛，端坐的还是怎么样？后来奇怪的说，这个树洞那么小，这人怎么进去的哈、哦？那也许把那个树砍掉了，那人就好像是什么敲个引擎，那是出定了哈、哦，出定了。他醒来之后问：“这是像是什么时代了哈、啊？是他讲的是立万尊佛了哈、哦哦？不是，这个已经到释迦牟尼佛了哈、哦。这个就是说，极有可能就是他没有这个以菩提心做一个动机。他当正空性的时候，他入那个定。”可能时间就是几个大劫吧，哦，几个大劫就过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要成佛要资粮，就在我们出了定，哦，在那个厚德智，或者说出了定是厚德智嘛，哈、哦，那个阶段急需资粮啊，但没有，他就掉入那个无为坑了，啊，简单就是讲这个问题，啊、哦。所以一旦没有菩提心，好，那个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自利的心太强了哈，怎么办？都是为自己啊，啊！当你一直为自己的这个习气没有对治，没有消，没有那个哈进化的话，他那个为自己的心还在去证空性的时候，结果就是这个结果。所以菩提心不好弄啊，不好搞哈、啊。有时候比空性还难，哦，还难。所以这个值得注意啦。也理论上，哦，这个讲这个什么什么智慧方便不离智慧哈、啊，讲那么多。那实际的例子啊，举这些公案嘛哈、啊，我自己发生的这个自己体会的哈、啊。把为自己我转成为别人很难啊，这菩提心要一直修，所以的成佛快慢在菩提心哈，不是空心
不是空性，主要不是哈、啊。当然你没有空性也不行了、啊、哈，主要不是空性。所以有些说什么立根的、顿根的、顿根的人，他没有真空性，但是他发起菩提心了，有，啊，他的空性是相似的。比如说唯识啊，唯识派，唯识派的这个行者，他证的，他的空性是相似的，以这个相似的空性证的这个菩提心啊，一切众生的父母，这是自己的父母亲呢、啊，爱他甚至啊，有两个菩提心啊，修起来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是菩萨啊，菩萨，那空性他的空性不究竟嘛。那没关系，这个不妨碍哈，不妨碍。那他最后到最后会证得这个空性哈，因为一法哈，菩提心或者大悲心摄持的所摄持会收摄一切法哈，这些法一切都会聚集，会靠拢哈。所以快慢是在菩提心哈，在大悲心。所以这一点哦，这个。提醒大家，就是说修学佛法啊，我们学教理啊，主要是这个啊，所以性观作用就是怎么让你发菩提心呢、啊？啊，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在哪里？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叫什么？蔡居士整理出来了哈，井然有序啊，然后其实这一段哈，这一段这个什么无二吧，哦，无二有一个《法华经》哈，《法华经》可以常看，又是第二品哈，第二品。跟我们那个习气有关哈，习气有关。那他所谓谁要什么叫做知心呐、啊？啊，或者说开权显实啊？哈，我以前理解了哈，刚开始觉得哦，这个应该是菩提心嘛，哈，哦，菩提心。这个没有菩提心，那你就是变骄牙败种啦，哈、哦，这个佛呵斥啊，哈、哦，然后有五千个这个老参哈、哦，他觉得他懂了哈，佛要讲法，要讲大法，就讲《法华经》，他们说奇怪，佛讲的法我们都知道了、啊，哦，都知道了，还有什么更那个哈、哦，解脱的法他都懂了。单单了解解脱法，他不一定全懂哈、哦。那他要开权显实哈、哦，你就这条路，你没有退路，哦、成佛啊、哦。他们以为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这个所有的那个断的这个续流啊，哦，从此不再起身啊，这种涅槃哈、哦，无余涅槃啊、哦。事实上，像无余涅槃哈、啊，是一个化成哈。哦，暂时的，啊，那还要再起身，还要再起身哈、啊。他也以为不用起身了哈、啊，这个所作皆办哈、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以为他们得到了，哈、啊，要五千退洗哈、啊。这个形象就是生活当中啊，呀，这个师长，也许透过教理啊，或者说生活上这个。帮忙我们哈，对着这个爱我执哈，那我们不知道爱我执啊，一直在修啊，修到最后怎么样？一刚开始哈，不知道那个形象，那欠缺这个因缘嘛，外在的因缘就是师友，一修下去怎么样？也许这个小乘的这个善根有了哈，但是呢，大乘的很难啊，他以为他得到了。那得不得到哈？因为要用教理哈，去对照哈，那叫较量哈，达到一个量的时候才算啊。所以这个老参就是一刚开始走错了哈，
他没有一直师友去修学，最后他以为他得到了，啊，那第二品就常常讲啊，佛就呵斥啊，第三品啊，第二啊，这些人是骄阳败种啊，就是，哎，佛也会骂人哈，佛也会骂人，就是这个骄阳败种，哦，这个芽已经生，什么原因哈，但是再也长不出来了哈，这是发不起芽哈。哎，所以那就是说，这个修错的结果，哦，不是经过三大劫哦，无量劫哦，他最后才能成佛哈，哦。所以拖得很后面，哦，拖到后面。那怎么样？一刚开始哈，把自己变成法器啊，然后这个把这些障碍哈，学自己啊。这个沿着我去修学佛法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把它摒除掉，哦，很重要啊。那所以那时候我想，哦，这应该是菩提心啊。后来我2013年去参禅的时候，我发现说还有另外一道，还有另外一种讲法不，那个叫不二啊，哎，不二的东西哈，我们说有渐以渐修的方式修。那这也算化尘哈，还是说你没有菩提心去修持，这也是化尘。后来第二层的体会是因为参禅的，哦，参禅的结果哈，就是那个真的他那个实相没那么容易懂啊，没那么容易懂，还是因为师长的关系哈，师长的关系，我以为我懂了哈。后来那2013年就去参禅，原来还有要修的东西啊。哦，还有要修的东西，所以要过来人呢，啊，善知识来带哈，哦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把《法华经》的那个内涵呢，啊，放进来哈，哦。那菩提心之外，还有一个叫无二哈，哦，这个东西要带进来哈，哦。那前面有讲这个什么叫？真妄交彻哈，真妄交彻，他要一心嘛，对不对？一心就不二了，啊。然后你有生就有灭嘛，有善就有恶，啊。那烦恼即菩提，为什么不即菩提？烦恼本空那菩提离不开烦恼了，啊，那不就不二吗？啊。你说是他吗？又找不到。你说不是吗？又离不开他，在不二，啊，这是在空性之上啊。空性上有这样一个这个，再进一步的观修这个东西，啊，叫不二，啊，要在空性基础上谈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第二转法轮就很重要了哈。所以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，有了这个基础再看这个。是理双修一本者，而求佛次者，两不二也。68页哈，68页，大概中间那个地方哈，是理双修哈，这华严那个叫华严论祖哈，那叫什么？成观哈，成观。那是理双修一本智，什么本智啊？不二嘛，两不二存，两不二相存，不，两不二两存，善人交彻不二之意，恐人误执，为泯二相故。好，没有，看到二相没有？还有二相哦，哈，二这个有二相还是不行。亦由惑者执缠，则依本性无作无修。是啊，什么是无作无修啊？你不取不舍就无修啊！你有取有舍就不是无修了。啊，这个在《坛经》里面提到了没有？看到啊，无二之心即是佛心哈，啊。那大家要花功夫去参透这些东西哈，啊。什么叫不二哈，啊？那本性是无二不二哈，啊，
不二门啊，没有，无住无修，佛修学佛不是要修的吗？那个是前面的方便啊，像这无主啊，无主叫我们要明镜什么什么，菩提什么菩提是一棵树嘛，哎，要去修嘛哈，他就告诉我们哈，你无修前啊，就要有那个要渐修啊，渐修之后才能无修啊。他示现的这个两个师长就是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这样，你没有前面技术，不可能后面有的啊。通常会排斥前面，哎呀，那个钝根的哈。那一本性无作无修啊，大圆满也讲这个的，有没有？大圆满是这个，你要去弄这些哈，都是头上安头哈。尽本自明，不佛不淫哈。执法之者，须起誓行，当求如来。依他圣言啊，以成己德，并为偏执故。此双行，依本自约理而说，无漏自性本具足故。我们的佛性本来就具足了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开显啊。透过这个无二字哈来开显。而求佛赐者，约是而论哈，无所求中，无故求之，这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呢？无所求啊，你求了就头上安头了啊。也不是说没有就无也无惨哈，有的方式就是不二的方式而有啊。那什么有？你也有啊，假有妄有啊，心净本净啊，久欲嗔恼故，恒沙性德啊，并埋尘沙烦恼中故，本质具足啊，一切都圆满的。哎，怎么一切圆满呢？啊，那《华严经》说啊，除恶不心，即成正等正觉啊，就是这样的立根，他只要发了不心，就成佛了哈，一生取伴啊。龙女啊，华严那个，还有那个善财啊，好，就是这样的立根啊。当你没有悟到这个三大戒啊，三大戒，当然你要发菩提心啊。如果没有这个，那什么悟后起修有没有？啊，悟后起修什么？你也悟了就没事了，还要修行愿，你要发起菩提心，哦。我在哭惨啊，要有心愿。我以顺法性无间贪等修是贪思等故，诸佛以证我未证故。我们同样的佛性都有了，但是我没有证到啊。又理不爱事，不妨求故；事不爱理，求即无求故。理跟事啊，啊，最后事事无碍，啊，这华严呢，所以这段就是这段其实讲得很清楚了，也可以当做一个修行的一个印证哈。这给他列出来很重要原因，说他可以做一个这是修行的东西哈。然后这个城关这个师长，这个城关大师开悟了，看起来就是开悟了哈。然后。理不爱事，不妨求故；事不爱理，求即无求故。若此之修，名为无修。哦，又无修。哦，什么叫无修？哈，修即无修，为真修矣。哈，那这个也不好谈呢。你不恶就无修了。哈，你有取有舍，这个不是有生有灭啊，不生不灭。啊，事实上是不生不灭的了，那这才是真修啊，只能这样讲了哈。所以有兴趣这个参这个禅哈，我们不要都这个跑到化城去了哈，这个把这些安静来的原因在这里哈。那这个东西你如果熟练这个通道密虚哈，通道密称，这很奇怪哈，因为他这个心思心思。
那个心风啊，最维系的心风跟最维系的心思跟最维系的风是一体的啊，一体。那因为我们在二转法轮用初心去证空性嘛，好，它不够，还要第三转的法轮来帮忙。原因在这里哈。那时候就必须进入密乘，或者说进入禅哈。那最资料上是禅呐，但是达到了很困难啊。所以第三转法轮就讲出了这个新的层次。新的空性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再来就是上次这个没有文字嘛哈，现在有文字了。这量子啊，量子就是科学发现的，很奇怪哈。那正好哈，正好帮我们验证佛法。你说佛法怎么验证呢？啊，去看量子量，你去看量子力学，啊，就知道了。啊，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哈，哦，要把那个法相把它学好哈，法相把它学好，啊，所以要念过一遍哈。其实波也是粒子，表示电子存在的方式，只有波跟粒子两种特性啊。哎，在哪一页？50啊，66哈，66，好，在66页，对，是新印的啦，新印的，哇，这个66页，我要习惯看这个讲义啊，这科判自己慢慢看哈，自己慢慢看，上次讲过哈。那很多一些困扰，科学家哈，科学家搞不太懂，这怎么搞的？怎么是这样？大概是从那个叫紫外灾难开始嘛哈，那热什么？黑体辐射嘛，哈，那发现紫外灾难一路啊，那因为有一个不连续的东西嘛，啊，这个不连续的东西，经典世界怎么可能不连续的东西呢？啊，问题在这里嘛，然后一路还有什么量，光是粒子还是波啊？吵了半天哈，牛顿是说粒子哈，还有那叫什么？发现那个波粒二象性，那个叫什么？杨氏啊，哈，杨氏双缝实验，他说是波，哦，他说是波。那请问，那有一个东西是波，又是波，又是粒子的吗？这是法相的东西哈，要学。譬如说，这个人跟树，树是树啊，人是人呢，特性不一样嘛。我们说有树又是人的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嘛，是树是无情的，有人说是有情的，我这个，这个再看哈，有情是有心事啊哈，然后人是人，没有，这两个是相违啊。好，学了之后我讲相违。相违就是没有一个，就是树又是人的这个东西，它两个是相异啊，不是异啊啊。我儒道啊，儒道跟儒道是一啊。那儒道跟我一个叫我名字叫滇金雄呢哈。指的是同一个，但是不是一？为什么名字不一样？它定义的意思是说，它的内涵跟它的名字都要一样哈，这才叫一。好，那树啊，树跟人哈，
他们两个是相违，为什么？没有共同性啊，没有共同性叫相违。第一个，它必须是相异的法哈，不是一，不是一啊哈。如果是一的话，就没有意义了哈。儒道跟儒道去比较啊，这没什么意义。那两个不同的，两个相异的法哈，相异什么叫相异？就是个别之法哈，个别之法叫相异。那没有一个是人。就是数的这个东西啊，好，那回到这边，那婆其实婆也是例子，这合理吗？不合理啊，所以科学家并没有搞懂啊，所以他们要好这个要互相交流啦啊，然后电子存在的方式啊，只有婆跟粒子啊两种特性啊。这是因缘和合，没有自信的道理啊。那以概率描述，表示未测量前处于未知的状态啊。那已经知道了啊，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不知道，一个是已经知道了啊。已经知道了，那还要测量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就测量有一个自信啊，测量跟被测量有一个自信存在。某一个地方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觉，是这个错觉哦，错觉，所以应该要有啊，所以已经知道了啊。那你要测量干什么啊？因为不知道才要测量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测量才有，不测量没有，好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？那什么？哥本哈根学派就是这个，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啊。这两个，这个一个整体性的讲法，有点像唯识哈，唯识没有外境啊。测量的时候才有，不测量没有啊。唯心嘛，唯识啊。那爱因斯坦就说：“那月亮有没有？你看它的时候有，没看它的时候没有嘛？啊，又不行了。”那你是说，你是有人说哦，这个经典世界，这个它来自微观世界，微观世界它是不可预测的啊，测不准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它是随机的啊，随机它解释说什么可能性都有啊，那什么性可能性都有啊。那他做那个什么一个实验呢、啊？一个猫啊，关在一个有毒气的那个什么，哦，用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哦，这个做一个机器嘛，哈，那他会说有一个既死又活的猫，哈，这不对了嘛，没有一个既死又活的猫嘛，啊，不对啊，你不是从微观世界来的嘛，好，应该要有一个既死不行又不活，又要有一个既死是死的又。即使又是活的这样的猫哈、哦，因为你说这个不确定，它有可能是这个啊、哦，任何情况都有啊、哦，到底有没有啊、哦？任何情况都有的话，那即使即活的猫应该也有啊啊、哦，事实上没有的啊、哦，所以观待主观意识而有啊。哦，那月亮看那个爱因斯坦说看了月亮有看才有哈、哦，没看没有嘛，哦，啊，你不能说没有测量前就有，那他测量还干什么？这两难呢、啊，哎，那个是说，这个就是说哈、哦，测量跟被测量哈、哦，它是观待而有的。随顺世间名人而有的，并不是真实而有的。哦、真实有是内心去虚构的、争议出来的。你觉得应该找得到、哦、它事实上只是观待跟被观待而已、哦、名言上而有、哦、观待而有，事实上是找不到自信的、哦、那这点其实够科学家忙的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哎。这两个矛盾
到现在还没有解开来哈，所以以中观的看法哈，这个65页哈，世间通俗的说法啊，存在仅此而已。什么样世间通俗的说法呢？他找不到自信。测量跟被测量，哈，没有自信，和合观待而有，哈，你要从哪一方去找，没找不到的，哎，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就我们看到一般可以找到，找不到不能说没有哈，找不到自信，但不能说没有，怎么有？因缘和合，施舍而有，哈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讲的。讲你讲给那个科学家的话，其实什么叫因缘和合施舍而已哦？但事实上哈，他那个问题不是就是两难嘛？你如果学相违啊，会知道，要么 A，要么就慢慢 B 嘛，要么这两个都没有。哦，你要么测量被测量有自信，要么测量者有自信，要除了这两个没有其他的了。哦，所以他叫。一跟一，要把它学好原因这一点哈。你排除了一，也排除了一，那这个没有啦。你还有第三个，那不对。好，我们再回顾啦。这个所知又分一跟一哈，一或多了哈。一就是非个别之法，一就是个别之法啊。那只要是所知是有的哈，不是兔角那种的哈，有。你要么一，要么一啊，要么一，要么多了哈。有没有第三个？没有啊。嗯，所以一跟一是相违啊，是一就不是一，是一就不是多啊，是多就不是一。这样搞清楚之后，再来看这个东西。所以你的自信在测量，被测量上找不到，在测量上找不到的时候。那就说，这样说就应该说没有了啦，啊，没有自信，找不到不能说没有，找不到自信，但不能说没有，不能坏世间缘起啊，怎么有因缘和合啊，认定施舍而有啊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所以他再怎么弄啊，就跑不出这个东西啊，跑不出这个东西。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再回到那个辩经哈，辩论啊，64、49页哈，这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一小段而已。哦，49页有一个叫"有人说"哈，"有人说"，这是训练我们法相的哈。把这个差别学好了哈，那我们就看很多事情哈，就清清楚楚。有人说凡是尘事，那我们就要看那个法相的科判哈。好，这个看一下。把这个差别学好了。我要上次没有录到，我看一下，有一次没有录到。那在哪里？这里啊，这个判蛮重要的。我们这个看这个荧幕上啊，那手上拿的是这个讲义嘛，49页。有人说，凡是尘事啊，都是因果，任何一种啊。凡皆此说，只以所知作有有法，好，因是因果之任何一种是尘事故。他举一个反例啊，所有尘事都是因果之任何一种。尘事讲有啊，好有，啊有跟他同意的有很多啊，所知。
所量、城市啊，都是啊。那它有两个，一个是常法跟无常法，物就无常法了哈。那这两个，他说都是因果法，因果任何一种就讲物啊，因为无常法才是因果所成的嘛，对不对？它会坏灭，好，如果你有看到定义的话，好，会坏灭是无常的定义嘛？有为法就是有作用的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同意啊，好，那只要是尘世或有所知，都一定是因果法嘛，啊，无常法嘛，那不是嘛？此理若不成立。仍以彼作为有法啊，因是尘世啊。他先解决这个所知，这个是尘世啊。所知尘世同意啊，对不对？有量是所成啊，所知也是有量是所成的，对不对？若根本许仍以彼作为有法，因非因或果啊，是任何一种，不是物故啊。你单单你如果所知这一点去看的话。所知，它具足常跟无常这两个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摆在一起，还要归纳成常哈、哦。之前跟他讲过了哈、哦，所知单单他讲所知这一点的时候，它是常法啊、哦，它是概念上而有的啊、哦。那你在圆常法跟无常法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两个同时圆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描述的时候是概念上而有啊、哦、而有。所以把它归纳为常，啊、哦，那没有第三个的，啊、哦，它既是有，那它不是无，它不是物，那它就是常，啊、哦，因为它概念而有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样，它已经解决了这个。这个所知是量是所成，啊，是成事啊。那若以所知为有法，因非因或果，是任何一种，不是物故。它不是物啊，啊，所知包含的常跟无常法啊。那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它本身就不是物，为什么？它是常啊。所以若不成立，能以彼作为有法，因不是物，啊，是常住故，就是常法的意思啊。大概理路是这个理路啦，哈。那再来下面是这个应该讲过，那下面是有人说，凡是因都不是果，啊，凡是因都不是果，为凡解此说，则以物作为有法，就说我们说这个物它是无常法。它坏灭是因果所成法啊。现在那个37页哈，这字很小，37页这边有。这列出来这些法相很重要，可以把它背起来怎么样哈？不背也没关系，了解也可以了哈。就凡是因都不是果啊，那我们说这个物啊，啊物就是有为，啊有为法会坏灭，啊跟所作性一样啊，那它也是事物具足能力引发作用者。它是无常，啊，无常法，刹那，坏灭了，啊，坏灭。那无常就是刹那性啊，有没有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第十一个嘛，一二三四，第十一个。无常刹那性，后面有那个注解嘛？由因缘所造，有变化行为者，哈、哦，它会坏灭啊，
它是因缘所造，是因果啊，有因有果哈，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就有生命嘛啊。总之，在没生果之前啊，它不断的生灭，常常生灭，最后成果的时候，因就灭掉了啊，果就出现了啊。所以因果哈，因果就是所谓的由因缘所造有变化行为者啊。所以我们就回到那个刚刚讲的49页，凡是因都不是果。好，他就是讲悟，讲无常法、有为法，哈，讲这个东西，啊。那以悟作为有法，哈，因不是果，悟本身呢，应该不是果，因为你说。凡是因都不是果啊，哦，这个是针对哈，是针对举例了哈，像比如说像7:10，不是7:10，8:15嘛哈。8:15，30秒，30秒之前，30秒之后，啊，30秒之前，啊，是它的因嘛，30秒之后它的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如果想说29秒，啊，不是31秒的，29秒不是31秒，这对啊，哈，哎，你如果知道它的例子的时候，哈。那一般来讲，哈，像问题是这样了哈。那一般来讲，悟作为有法，因不是果，是因的缘故啊，哈。这个哈，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他没有指涉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本身既是因又是果。为什么？悟本身它可以是因呢？为什么？它有果的缘故啊。你单单讲悟这一点，你没有这个清楚他的例子的时候，比如这个30秒哦之前哦，这29秒哦，29秒是他的因嘛，哦，是那个是30秒的因，也是31秒的因嘛，那31秒是30秒跟29秒的果嘛哈，哦，那是这样的。那之前跟之后，你落入到这个实际的例子的时候，当然是29秒，不是31秒嘛。啊，那因果，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啊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他认为凡是因都不是果，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啊，这可能。就没把周遍不周遍的，啊，那就举悟，好，一般来说悟，我说常法啊无常法这一点啊，举这个例子，应该是什么？因为有怎么讲？他说这样不成立啊，以彼作有法，应该是因，啊。物本身是因，为什么？它有果啊，哎，因为它的物的定义就是这个因缘，那什么？物的定义就是由因缘所造，有变化行为者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因果所成之法了，对不对？那因果所生之法，你当然有。你当然可以成为因，也可以成为果嘛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一般以通常来讲，以物来讲，它可以是因，是什么？因为它有果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那此理若不成立，人以彼作为有法，因有而之果，该物之后何？生者，这个中文很难懂啊。
后面发生的了啊，后应该翻成后发生在后面的啊，他要果，因为他是发生在后面的这个啊，为尔之果，就是物本身这一点哈、啊，它有果的原因是它因为它有后面发生的这件事情。后面发生这个事情是他的果啊，哦、那此理若不成立，哦、人以彼作为有法，哦、耳之后念所生，因是果，耳之果、哦，大概一样，意思一样。耳是为有为法故，哦、刚刚讲的什么叫有为法？啊、哦，因缘所造有变化行为者，哦、就说我单单讲这个物。哦，这个有为法这一点，哦，它可以是因，也可以是果，意思是这样。为什么可以是因？因为它有果啊，啊、哦。那为什么果？因为它有因，啊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因缘所造有变化行为者啊，哦，这样。那如果你讲29秒、30秒、31秒啊，你落入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就不是了，啊、哦，所以。这样的讲法就是有一个不周遍的原因，说你落到例子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没错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啊。那我们后面就若根本许，人以彼作有法，因是果。好，现在倒过来了哈。刚讲说因是因啊，盖有耳之果故啊，哈。现在说它是果，因为有因啊，哈、哦，有因的缘故啊，哈、哦。那此理若不成立，作为比作为有法，哈、哦，因有耳之因，哈、哦，因果相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应该有它的因啊，哈、哦，它也是果。一般来说，它也是果，为什么？它有因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耳，盖耳之前刹那生者为耳之因故，哦，就是前面生起来，哦，前面所生起来这个东西，哦，是它的因啊。此理若不成立，若以彼又为作有法，耳之前刹那生者因是耳之因啊，因为耳是物故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耳是物啊。刚刚后面那就是还是同意思啊，这个是。他之前所生起来是他的因啊，物本身他前面所生起来那个东西是他的因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他是物缘故啊，物的缘故就是说，哦，因缘所造有变化行为者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它是因果法啊，如果说你是因，那必然有果，啊，有果必然有因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是物的话。那你如果说是29秒、30秒、31秒哈，那这个讲法就不太一样了哈。哎，29秒就不是31秒啊，31秒就不是29秒啊。所以这个透过辩经呢，会有这些这个东西，这个要练习哈，练习。那这个是很烧脑的哈，哎，要去想啊，哦，所以我们不敢哈，哦，不敢的话就吸收不了，还是讲吧，下面还是讲吧，还是怎么样？哎，没有讲其他的。那刚刚那段哈，这有如果有那个同行的哈，可以讨论。那我刚才讲那个相违的事情哈，可以看一下相违，很重要哈。这字有点小。要符合所知分相违哈，跟相属，这两个是相违的了哈。是相违就不定，就不会是相属，是相属就不是相违。
相处就有关系啊，一个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什么样没有关系啊？这个字，这个第几页？看一下。啊，64页，我慢慢看哈，慢慢看。那相违哈，刚刚讲这个人跟树啊是相违哈，那相违有分类哈。我们先想定义哈，相异非同分之法啊。同分哈，它既是相异，它不是一啊。我刚讲了一，什么叫相异？这个相异就是个别之法哈。那一呢，非个别之法哦。然后，什么叫一？意识跟明眼啊，名字都要一样啊，叫一。那相异就是这个啊，相异就刚好相反嘛哈。你只要有一个不是，就不是了哈，相异。那它是相异法，相异的啊，它不是相同的法，是相异。非同分之法就是它没有共通性。比如说台湾，我是台湾人啊，也是人嘛，对不对？有共通性，对不对？那刚才讲那树啊跟人呢，他们有共通性。共通，藏文翻同分哈。同分就是有，我们叫 A B 嘛，既是 A 也是 B 哈，它有交集啦哈，有个叫交集哈，它有交集。台湾人跟人好有交集，好叫同分，有同分。那非同分就是没有交集啊，没有交集。那相应说。于是名相所表意皆不同啊，就刚讲的这个名相跟它的意思都不一样，叫相异啊。同分，金瓶呢？金子跟瓶子啊，这个由金子打造的瓶子啊，它就有同分，怎么样？既是金子又是瓶子啊，那所以先了解这个什么叫相异哈。还有非同分，就是这个，那它就分两个哈。我们先讲这个互觉相违哈，互觉相违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定义是这样哈，这个相违分两个。我刚才讲了有两个法哈，它是不是？它是。它是相异之法哈，而且它没有交集哈，就所谓的相违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它要分两个，不并存相违跟互觉相违哈。那互觉相违是什么意思？互相若是其一，则能排除另外一方哈。那只要是确定另外一个就可以排除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还在粗浅，还在粗，它在收，又收，又收，又收两，又收出，又分成两个哈，一个直接相违哈，直接相违，啊，定义什么？相互若排除其一，就能了解另外一方，啊，那排除一个就是到另外，这应该是间接的哈。我们之前讲那个叫什么？无遮跟非遮嘛。无遮、非遮，什么叫非遮？它引申另外一个东西，无遮就是遮止的，它没有在引申其他的，比如说这个桌上没有杯子，拿掉了，杯子拿掉了，没有杯子，会不会引申出其他的？不会。那有一种是会引申其他的，比如说这个老李啊，小李啊。小李白天，小胖啊，小胖白天不吃饭啊，那就知道我晚上吃嘛哈，这叫非遮，他遮了，但是另外一个东西跑出来了啊，我不可能这个人胖胖，
他不吃饭结果胖了，不可能啊。他说他白天不吃饭，那就是晚上吃啊。所以这叫非遮啊，引申出另外一个无遮，就是他不引申啊。那跟相违这个什么意思？是排除另一方，知道了解另一方啊。比如说你我们修空性了哈，修空性的时候，当找不到那个有自信这一点的时候，那空朗朗的，然后呢，再回神想，哎，不对啊，不能说没有啊，那是争议出来的，那个有自信是争议出来的，事实上是没有的，有自信是假的嘛，是不存在的嘛，这个被我破除之后，难道说没有吗？不能回过神来说有，明年而有，或知道会明年会而明年而有，官代而有。说间接知道啊，所以互相排除另一方，互相排除其中一方，就能了解另外一方。举什么例子？有我跟无我，你们看他啊，比如说五蕴，五蕴之上，这个我们这个身心之上有我还是没有我啊？这个我们讲一个讲那个我哈，是有自信这个东西啊。那如果找得到，在镜上啊，要么一的方式来找，要么一的方式来找。如果它是一的话，五蕴有五个，我们当然讲我就一个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的哈，就是说，如果它是一个哈，那五蕴的特色就没有了。我们讲简单一点了。还是用一跟一的方式吗？要么一，要么一，没有即是一就是一的东西啊，这两个没有，这两个是相违啊，这就用到了没有？有一个即是一又是多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们说这个五蕴之上，如果是它是一的话，我们说五蕴有各种功用。兜起来，就是我兜起来不是我，我就一个。如果是我的话，特色就没有了，没有差别，知道吗？没有什么色蕴、想蕴、行蕴，各个不一样嘛，特色不一样。如果说兜起来是一个的话，不对啊，不对，其他特色没有了。所以你觉得是一？而有的话，那是有自信的一，你觉得找得到，在一方面这一方面找得到的话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关带其他特性的了，是不是？有这样的法吗？没有，他必须关带。有自信就不关带的意思啊，在问过我的师长啊，我师长问我说，什么是有自信啦？我说不关他其他，我那时候才刚刚学啊，他很惊讶，被懵到了哈。所以，如果是一的话，那不关带了，为什么？你的那个五蕴的特色变成一种，其他都消失掉了，不可能只有一种特色嘛，好，这个科学家像五啊，个别当然不是啊，那兜起来就是了。就这个来破，用这个来破，好。那另外就是说，那分开来呢？说有特色，好，有特色。那有特色，每个去找又不是啊。色蕴是我，那想蕴难道不是我吗？是色蕴就不是想蕴啊，对不对？色法心法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色法会占据一个地方，心法不会啊。心法是明而，它是明而觉知，是了别的意思。色法不是，它有变爱性，然后这个有方位啊，这些东西的，它不会是。后来再举中论的例子，眼睛看到的，我说我看到，因为眼睛看到说我看到，对不对？那眼睛看到会是耳朵听到的，不会啊。意思这个意思，
那我眼睛看到说我，对不对？那眼睛是我吗？不是啊，如果眼睛是我，那耳朵也可以听到啊。但是眼睛不是耳，眼睛听到不是耳朵听，耳朵眼睛看到不是耳朵听到的啊。哦，这两个相违，看到跟听到的这个是相违哦，是不是？眼耳鼻舌身有没有？每个都它的那个不共振上缘都不一样。你说它是我吗？你说眼睛看到的是我，那我就一种，就看到是，你说你认定它是我的时候，其他就不是嘛，就这个意思。不是啊，还有其他的，我可以听到。那眼睛看到跟听到不一样对不对？所以眼睛不是我。那离开眼睛能说我吗？那看到能依着我，依着看到来说我吗？也找不到就是这个就这么奇怪那这个空性的道理在这里。所以它意，它如果是意的话那你说哪一个是我眼耳鼻舌身意哪个是我？都不是啊，是眼睛就不是耳朵啊，我能看到那个东西，不是不会是听到啊。眼睛怎么是我呢？依着眼睛来说我，它是假有啊。依着眼睛看到来说我是假有的，假的，不是真的所以这相违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这慢慢练习这段是蛮重要的你要修行这个要搞懂。然后。这个排除的地方，就了解的地方，就是刚刚讲，就是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五蕴之上这个一也不是，一也不是的时候，镜像找不到了啦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把这个，我们把这五蕴把它拆除掉，会不会蹦出一个我？之外就是你不是镜像，就是境外嘛。好，把它拆除掉，境外之上，这个拆除是。之后，另外会跑出一个我吗？不会，所以他又碰到了，不是在境上，也不是在境外，这两个是相违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是相违了，这相违很重要啊，各位，相违很重要你说还有第三个，那你没有搞懂这个法相关键就在这里，你要修得上去法相要好好下功夫我学了30多年，还有时候还回到法相这边来看呢，很重要把它弄熟。然后，若排除了一方，了解另外一方，好啊，那境上没有，境外也没有，能说没有吗？有自信的那一个是没有的。你平常说我去哪里，我觉得这个有，这是有的，明眼上是有的，真正去找不到。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这要修要修。那就是说，当你是修的时候，你排除了一方，就能了解另外一方。就是说，不对啊，里面外面都找过了，没有，那是会吓一跳啊，自己会吓一跳。跟我们习惯不一样我们觉得很实在，那个我应该存在在五蕴之上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找得到找不到的时候就吓一跳了，然后再回神。他是名言有，所以他说互相排除一方，就能了解另外一方你排除了名言有自信有，就了解了名言有所以叫有我跟无我大概是这样。有我跟无我相违嘛，对不对？这样说。有自信的我，排除掉的时候，就是无我了。无自信的我，没有自信的我那他是说，若排除另一方排除一方，就能了解另外一方。有我与无我常与无常他都是你排除了常。就了解无常排除无常就了解常排除有我就了解无我
那他就怎么讲？刚刚讲的有自信的我哈，排除掉了。他有自信找不到，就知道他没有这个有自信，没有我哈，就大概意思这个意思。那他是有我跟无我是直接相违的哈，才能得到这个结论呢。当然，你又排除，你排除了有我，变成无我，还另外一方面，好，那个刚讲的是另外一方面的哈，另外一面不能坏缘起啊，哈，那怎么有我的名言有哈，那个是另外一个了哈，名言有，缘起有啊，只是一个名字啊，那这里讲的说有我跟无我本身哈，相对而有而相对的，了解力这边就知道另外一方面哈。一跟一哈，你排除了一就知道一，那这个对我们修行哈有很重要的这个相违，对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帮忙哈。我们有的叫二分法了哈，有时候讲二分法啊，学理工的就这样，你要排除故障哈，就二分法啊，要么这边要么那边嘛，那两个都没有就表示没有故障哈，所以是二分法类似的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间接相违，啊，间接相违就不是直接相违了，直接相违跟间接相违是两个是相违啊，没有一个直接相违，就是间接相违哈。那定义是只有没有交集而成相违的相违，而不是你遮起另外通道，就说他没有办法说遮止一方，了解另外一方，一直在讲的哈。比如说所作性与常法哈，排除了生是常，不能了解。生是所作心，啊，你排除生是常，你只能了解生是无常啊，好，生是常跟生是无常，这两者哈是直接相违，所以你排除了生是常，好，你会了解生是无常，但你不能了解生是所作心，意思是这个意思哈，所以贫跟住是间接相违啊，间接相违。那这个，再来是不并存相违哈，不能能力与相等，持续相伴的相伴随，明跟暗呐，哈，明跟暗，能力不相等嘛，哈，热与冷嘛，是热就不会冷，啊，不能持续相伴随，对治跟所断，啊，心事来讲，它分三个嘛。物质、心思、友情，这不就是心不相应型吗？啊，心不相应型有很多，其中一个友情，猫跟老鼠啊，你不会排除了猫，就是老鼠不一定嘛。你还有狗啊，它为什么不？它们俩为什么要摆在一起？不是命运相应，因为两个就天敌嘛，它俩那个你们叫鸡飞狗跳，不能放在一起，这两个。啊，天敌，但是它不是那个互取相违哦，哈，你排除了猫会吃到老鼠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还有狗，还有牛，所以啊，那分的是蛮理性的，蛮科学的哈。那我们从这边，尤其是互取相违这边好好学哈。那这个，比如说一跟一的问题哈，比如说我们这样去修了哈，刚刚讲是那个五蕴的东西，五蕴的事情哈，还有这个，我们就应用嘛哈，讲应用，这个时间啊，我们说这个三心不可得啊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哈，那现在在哪里？我们感觉有现在啊，我说现在我思故我在哈，我在啊。所以现在是找得到，事实上是找不到的，想不到，为什么找不到？你二分法嘛，比如说你把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你所有人现在要找得到，你把过去、未来，放一边，现在放另外一边，
那就二分嘛，哈，二分。那现在这个东西如果找得到的话，要么是在过去跟未来这边找得到，要么离开过去未来，就这两个啊。我在讲应用嘛，哈，在修的哈，要修，然后。你要么在过去跟未来啊，这个现在的东西，要么离开现在跟，过去跟，要么离开过去跟未来啊，除了这两个没有第三个了，啊，这样你才能抓到那个，所谓现在到底在哪里，你才能抓得到啊，啊，这两个是相违的，啊，好，那现在会是在过去跟未来吗？不会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发生。好，现在不会是在过去，即使它是最那一刹那哈，好，你找得到的那一刹那，以那一刹那现在来说，哦，它绝对也不是过去，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也不是未来，为什么未来还没发生？啊，那离开过去跟未来有没有现在啊？好，我们讲的那个刹那，好，比如说前一刹那，后一刹那。前一刹那，前一刹那是过去，后一刹那未来，啊，你假即使你找到了哈，好，那它不会是前一刹那，也不是后一刹那哈，你前一刹那已经过去了，后一刹那还没发生，好，它能不能离开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吗？没有办法，啊，你认为那个现在找得到的话，为什么？就像那个30秒跟29秒、30秒、31秒。三十一秒没有29秒跟31秒，那个31秒怎么说30秒啊？你能离开29秒跟30秒吗？31秒吗？离不开啊，怎么离开？你说这个现在要这个要依靠着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来说，现在啊，你独立出，他说你离开他就独立出来嘛，你独立出。你独立于过去跟现在，过去跟未来有现在吗？没有啊，你没办法区分现在，为什么？30秒离不开29秒，还有他的下一刹那是他的下一刻是什么？31秒嘛，意思是这样呀、啊。他是关带这个是29秒跟31秒来说现在的，所以。你在这两者找，既找不到，离开他也找不到，那要确定没有，就是这样，那确定没有，那就是一跟一的用法哈，很这个要大家去观哈，所以怎么修？哦，现在就在讲修行的东西了哈，法相是可以修的哈，所以没有离开。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讲现在这一刹那没有，好，你说有住，你说到底可不可以分啊？如果可以分的话，那现在又可以分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那现在无穷呢？你还是没有确定呢啊？大概几个去观他的那个有自信没有自信这一点是这样看的啊。那主要还是一跟一啊，主要一跟一。所以，他既不是在上面找得到，又不是离开而找得到，那人家说没有啊，没有这个自信。刚刚讲了说有关系的时候，就是一跟一，啊，有关系的时候，未来过去跟未来，好，你要找得到有关系，一个是没有关系，独立，你也独立不起来那这两个是相违，啊。那还有那个这个应用很多了，还有那个什么楞严呢？楞严经，它跟内外是相违啊。它叫七处真心呢。比如说，我能看见，我能够看见，能见所见，有自信的话，应该找得到啊。如果找得到，要么在里面，要么外面啊，没有第三个了。好，那如果是。能见所见有自信的话，那应该要在里面找得到，要么在外面找得到。
否则就没有，就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内外相违啊！啊，只要有，要么内，要么外，就是也这个意思啊。那里面找得到，我们说，这个能见所见有是性的话，那五脏六腑应该看得到嘛？如果在里面的话，你应该能够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啊。哦，那如果在外面，你应该看到自己的脸孔啊，这样的光有没有？直接就是跟内在没关系的，在从外面看看，我们看每一个人看到的脸孔嘛，我们没办法看脸孔啊、哦。然后还有看外面的时候，心里有那个反应。你也分不出来里跟外啊，啊！你看的时候，同时心还在想，有没有？那是没有外了嘛？你因为内外是相违的，这个一定要搞懂啊！啊，外是不成立的，为什么？你看外面的时候，你心里还在想啊，因为你是看外面，你要么是外，要么内嘛，不可能又外又内啊，不可能啊！它是没有同分。没有同分，好，非同分之法啊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说还有一个中间，你这个空性修不起来，好，那没有内外，那能见所见这个自性是没有的，他怎么有？自性没有，不能说没有啊，明眼有，观带有，好，所以我们就看那个像真七出真心，就是讲这个东西，然后他。好，既然是能见所见，是观得而有。好，它又是不二，各位要注意哦。你以为这样够了吗？不够啊！楞严就跟你讲这个东西，你要配合那个《坛经》来一起看哈。好，那既然是能见所见，是观得而有。好，能见观得所见，所见观得有，没有它的自性，找不到。那万事万物，你能找得到吗？如果是说。好，即使明眼中有哈，那你说我这个能见所见之心会是桌子，那其他不是吗？啊，万事万物，你不能说哪个是能见所见呐？啊，那能够离开万事万物吗？也不能，这不二吗？虽然是明眼观得而有，有没有？它是不二的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心的本性是跟法界是相应的。好，你说不是？你说离开万事万物，离开万事万物而有，这也不对，它不二。所以我们的心哈，是跟法界相应的，就是这。你说他可以离开这万事万物，要么两个嘛，要么能够找得到。你说桌子。是能见，那其他不是能见吗？那你能离开吗？好，就离开。因为能见所见是观得而有啊，怎么可以离开呢？所以万事万物就是我们心的本性。好，就这样去修。他有一个，他叫什么？我们的楞严有一段名言呢、啊，我不太背了哈。那我就理解他，大海哈，你把大海。忽略了，把大海那个泡沫看着我，哎，那不对。这个大海都是你法界，但不是有自性的你哦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那个我很小，很小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我的公司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什么什么，我的五蕴之上。好，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个一跟一去出发去修哈。去修，所以说一讲又快到了哈，但是啊，这个重要必须讲哈，所以大概相违是这个，啊，那相是讲那个相属啊，相属，相违就是相反就是相属嘛啊。所以还剩五分钟，有问题可以问吗？空性修法还很多啊，还有什么？
要五蕴，五蕴皆空，还有那个叫这个围城啊，《金刚经》讲围城，什么是围城？整体跟个别是观待而有的，没有自信。就是科学家他分到这，还有一个叫做不可分割的这个粒子，哦，这有矛盾呐，啊，嗯。他当初怎么会是？他当初是从一个整体当中分离出来的。你最后到最后，他没办法分割，就是没有关系，这是不对嘛？哦，所以这个你说那个整体要观待这个之分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瓶子要观它的瓶口、瓶身、瓶底啊。瓶子要观它的这些，但瓶口是瓶子吗？不是，那是比喻，是这个比喻了哈。所以那个围城哈，你说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围城，表示它跟它的整体是没有关系的啊。那你当初怎么来的？啊，你当初从整体来的啊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，你怎么堆积啊？你怎么堆积成初分的？堆积不起来。那就是没有因缘嘛，没有关系啊，好，所以不可分割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不可分割的这个例子是没有的，所以他围城就讲，那围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体观待自分，自分要观待整体，只是观待的道理而已，啊，是法王讲的哈，法王讲的，整体观待自分，为什么？瓶子就整体嘛，瓶子不是杯瓶口啊，不是瓶身啊，不是瓶底啊，啊，那瓶身、瓶底、瓶口离开，能够离开瓶子吗？离不开啊，因缘和合观得而有，就像那个粒子一样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体初分的？它观待堆积而有，观待而有的啊，你到最后一个不可分割，不可观待，这个是错，当然是错的嘛。那以后我们再好好研究这个不可分割的这个东西，嗯，所以大概是这样，这个整体观待自分，自分观待整体，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他那个《金刚经》就讲有一段名言呢，啊，我没背啊，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什么是为是名为尘啊，大概就是讲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相属相为啊，啊，这个把它弄搞懂啊。一跟一啊，一跟一这个东西把它搞懂，那慢慢，你说，哎呀，后面那个毗婆舍那很难，有没有？你把它搞懂，我觉得还不难，反而你去圆那个毗婆舍那啊，一大堆名相啊，你反而越搞越搅越乱。我的经验是这样的，名相很多哈，你没有去操作哈，哇，越搞越糊涂。不是说不要看呐，啊，说你先把这些原则把它弄清楚的时候，你就再去看这些东西哦，大概就大概会清楚，哦，所以这个法相很重要，哦，法相很重要。到几点？还有两分钟。中间讲了两个笑话没有讲，要提神一下。那么那个老校长是走了嘛？哦，他那时候讲空性缘缘起站哈，他就很善巧，他就讲笑话，那个东西很难呐，啊，缘是不是嘛？什么缘起站哈，哦，中道是开悟讲。后来写了一些寄送哈，在讲解这东西的时候，大家都睡成一片了。这开始老校长就开始讲笑话了，我就醒来了。后来问那些人睡的，他说：“你记得什么？记得笑话而已。”那至少有参与了，有参与。啊，这个就是
这个就是善巧了，善巧。还有以前就还有一个叫什么，也刚过世的一个科学家叫什么，霍金啊、哦，还有名的叫什么那个《时间简史》嘛哈、哦，我一定有新学家想要看一下，买还图表、哦，《时间简史》那个图解，他说这个他说这本书叫做，哦，时间到了，他说这本书叫做。很畅销，但是没有人要看的书。什么畅销到什么程度？一千万册哦。我那时候不了解啊，我买了之后看了两下，我就不看了。我想了解什么有名嘛，哦，畅销，但是呢，没有人要看的书，他自己嘲讽自己。啊、哦，我们讲这个量子啊，空性就属于就像这样的，啊、哦，那他怎么样让这个东西那有名呢？他去参加那个吴宗宪那个太空那个啊，就是他坐轮椅啊，不是没有坐轮椅，就是吴宗宪那个在表演哦，大家觉得哇，这个科学家很活泼哦，很应激哈。那、哦啊、你就看他理论哦，看不懂哎，啊、哦，但是他这个他的善巧哦，他就到处去讲外星人啊，有没有？大家很有兴趣啊、哦，你讲到外星人是很有兴趣。那真正要去看的时候，哇，就看两下就白折了，太难了。嗯，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